现在原任主任委员张义华、张福伟、江毕兴交给尖椒人。现在我们尖椒人江毕兴交，就是为了我们林秘书长，我们给他鼓个掌好不好？我说实在，我从到台北县到新北市，只要有事有他在，我就安心了。这一次我跳前面，他不得一定要再跳后面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，我请他请得很辛苦，还劳驾了我们的陈议长，包括我们的确实是国民党，说是最辛苦的一点。我们朱市长找我当秘书长，我说实在，我也不晓得我要来担任这个职务，但是我平心而论，如果我跟朱市长讲说，如果新北市啊，我大概还可以有一点把握，但是往南走，我就越来越辛苦，我也开始在学习，所以我想，我们国民党虽然去年，其实在九合一虽然是挫败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一直倒在那里站不起来。我们从今天可以看得到，包括我们秘书长退休，我们都把它挖出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这一个党重新站起来。